首先要给我们展示双十一发布秀中圣女果红系列的谢依霖阿水。依霖跟阿水他们俩太收了，我觉得有点，对，是是是，就再放一点就好了。依霖倒是腿超长啊，显得。我觉得依霖现在越来越收，他不玩了。他前几期玩的时候特别好。对。接下来来诠释丝绒系列的是翟天临、何心凌、羽凡组合。我喜欢这个男模的这个搭配，真的，对，颜色也挺搭的。我对同色系不同材质的那个搭配，真的就是挚爱。我也是。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毛毛系列的展示者周杰琼有关。这次搭配杰琼真的时髦很多，这个系列应该算是杰琼他们表现最好的一个系列了，真的。不仅是杰琼表现好，这个系列里边的每一个人搭配的感觉都不错，很好，真的很好。对，下面的展示者是林一大金。好看，不错，好看，哇，真的，我觉得吧，对，就是他们俩就是站在那边让你感觉实在是太配了。有希望，我觉得哈分数应该会非常高，好看就是好看。接下来全是绑带系列的是张佑浩、张欣怡和子密组合。其实我觉得他们这组的红色要比圣女果红搭的好一点，因为一个是下半身嘛，然后佑浩是中间的一些编织的印花，然后他的搭档旁边就是大面积一个红色。
这世界很酷。